敞篷车一个月没发动哎，哦，也可以当耶。来了，哎呦，主要 没发动的是，你要先让它那个汽油泵浦动一下，大概用意是这样而已，其他没有什么奇怪东西。要一直这么我，你看这，我这么自拍棒我，我车上也有放啊。对对，哎，要你阿公肯定要直播什么烧我，你都免你了，都免个烦恼找无这一支啊。突然的，哎，今麦佫有加这条子，我唔知这后底咧充这，我唔知这机会怎充电呢？好，伊这就一个快拍机嘛，好，装上来，啪啪，就这样啦。干来赞你啊！哦，啊，你即马久无发的话，都甲当坐嘛，当坐安尼，啊，吹坐。哦，大概这样跑一下。啊，我这啊，不过这里，哦，一个快充，这陈老板上阿叔是一支足强。哦 ，HID。边都有亮啊！啊，这只我讲，最近嘛爱养车啦。啊，先这个废片先这样啊，一个月没发动，发动一下，最好不要汽油泵，不要动了。